秋游，你今年会参加吗？不去，我要在学校做竞赛题。那也不能一直做练习吧。怎么了？秋游那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过不过生日无所谓。这怎么能无所谓呢？生日当然要过好，这样才能够在新的一岁里面交好运，和过去的不开心告别啊。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走吧。你果然在这儿啊！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那，给你的。这是。你打开看看。衬衫啊。嗯。你试试。嗯。这衬衫是在哪里买的？当然是我提前就给你定做了的呀。定做？你怎么知道我尺寸？哎呀，你先试试看合不合适。嗯。果然，腰好像有点大。啊，没有啊，挺好的，这样穿宽松些。所以，你是喜欢这个礼物的是吗？嗯，还喜欢。嗯，谢谢你。说真的，你穿上白衬衫，比电视上的那些明星都帅。是吗？是啊。那，请问这位帅哥，你已经率先开启了你17岁的人生，你有什么新的感想吗？感想啊，像。快点成为大人。大人有什么好的？成为大人后，就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。哦，那我也要成为大人。你？嗯。就当好你的小孩子就行。切，看在今天是你生日的份上。我才不和你一般计较。对了，本来这个贺卡，哎呀，算了，你回去再看啊。